来开始吧，来谁先起个头？你起呗。这个今天你是老板。哎，今天是这个我们这里办的第几期？第三次生日了。对，第三期生日了。第三期事故了。这个今天生日是阿豆同学的，大家祝阿豆生日快乐。哦，生日快乐。虽然这个刚才厨道不好吃，然后这个蛋糕啊，记住这个牌子啊，特别的坑，真的，这个真的不，我去，不是厨道，是这个蛋糕特别坑。这挺好吃的。一百五没有给盘子，我只给了两根蜡烛，真的，这一百五两根，一百五是两根，没有给刀叉。他们还是这是 cheesecake， 快我。但是我没有尝味道啊，所以说暂时不要下定论啊。对的。为什么是两岁？因为我吃过他们家还挺好。为什么是两岁？那还行。他家 IT 还可以是吧？他家 IT 还可以。他们家抹辣子。很重。要说点什么？对啊，对阿豆讲点什么？直接对着他。对啊，直接对着他说。哦，18岁了。要有点创意啊、哦！成年了，该负法律责任了。18岁可以判死刑了。哦，可以说了。反正希望这句最管用。你明年的生日我还能陪你过啊、哦。哦，要是阿豆去美国了呢？那我就过不了了。好像是这个意思。来 ，Yuki 同学。我说嘛，突然 cue 我，祝你生日快乐！就18岁了，就马上要上大学了，希望你有很愉快的大学生活，就不要像我一样，就是到考前才敢 due， 然后敢作业，然后36个小时睡不着觉，就平常也要好好写作业。你考前写作业，你考前写作业怪不得。考前搞复习，36个小时没睡觉，所以就不要像我，一定要好好学习。原来 Langara 都这么会玩吗？好，托尼，阿豆生日快乐啊！18岁了哈，要多喝酒，多聊骚啊！可以，太社会了。而且虽然18岁了，你占，如果有什么法律问题，你是占优势的，所以要看今日说法，多看今日说法，究竟是道德沦丧。你不用负责，还是人性的扭曲。来，桃子，加拿大19岁才成年。来，桃子讲一讲。阿豆生日快乐！加拿大19岁才成年，你还差1岁，所以你现在还是要偷偷摸摸的去吃豆，在这儿还是要偷偷摸摸的去夜店，还是要办一张假 ID。你是他的公公，人家已经有了。然后这段逼掉。祝你，这周能收到 CC 的 offer。这个是最主要的。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。然后就心想事成。Leo 同学。我跟你说 ，Leo 认识很多的小哥哥，都是什么 SFUCC 的，你直接跟他要就好了。没有，我认识的橙色的，还有你手上的黄色。橙色。你每次都给别人随便就推荐好多的，这个用词非常恰当。OK， 18岁嘛，上大学了，那就祝你能够顺利的拿到 offer， 然后在大学生活里能够顺利的，新的一年里面。新的一年，新的一年，太暴露了。来，海军，来曹白军。对，阿豆，18岁了，要上大学了，是吧？对，就是那个，你要去，不管你去哪个学校。卡普拉诺，永远欢迎你。可以。不会是 CISA 的这个好什么 ？CISA 叫职位。职位。不错。然后。啊。我就。还有 Coco。哦。他说就受法律责任的，他说了。对，他说。法律责任是吧？法律责任。说过了。突然 Q。我就。就那么回事儿吧，对，就那么回事儿吧。你又老了一岁呀、啊，可以。凯文说了，下回拍照你不用钱了。他一直拍照都不用钱，好不好？
什么鬼？一直在白吃白喝当中。哎，关灯了。哇，等会儿有灵异事件呢。谁关的？他们在冒进要吹蜡烛了嘛，所以他们关了灯。哇，可以。你要 Q 一下鬼，让鬼说个生日祝福。那个什么，就是唱歌，然后切蛋糕的环节。超凡君，你不是改了一首吗？来，站近点，大家站近点。请开始你的表演。对，继续。请开始。改什么改？改什么东西啊？我是吃这个100多块钱的蛋糕。那哪个朋友起个头，真的是，快点！祝你生日快乐。快点！蜡烛都。快点的，快点！快乐起！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许愿，许愿，我要拿到 CC 的 offer， 让我留在温哥华，别让我去美国，好不好？啊，真的是谢天谢地，真的是。再想一个，五，再想一个说的，让我马上找到男朋友吧，谢谢你，我操。这个电视机前的观众啊，如果有合适的啊，请在下方留言的啊。要面了，快点。来。怎么拔出来？开灯。开灯。拿个茶出来。都是一股烟味儿。哎，今天也是准备了不少气球，哎，虽然气球都飞得起来，飞不起来，因为咱们没有充那个气。没关系啦。没事，我可以拿着一把气球。是的。拍个照。我拆个叉。没事。刚才为什么？暴力拆。话要用四川话说。对啊，我刚才也在想，你为什么在用四川话？四川话。是好，刚刚你为什么要用四川话？对啊，你好歹也用上海话。不还是因为明天要分享给老板了。哎，是吧？又在秀恩爱，这个人又在秀恩爱。哎，你记得上次你秀恩爱的时候，你死得多快吗？你说你是哪个？就是那个在朋友圈里出现过一次的女人。还留人呢？哎呀，我的天哪！你还留人呢？四川话的说法不是把所有音全部读成拼音。这个本店现在是严重的缺椅子。你是哪个呀？你正好站会儿可以减肥。不是哪个，是拉狗。快帮我弄一下，这个我不知道怎么。那旁边应该有个边，可以。你在录吗？嗯。没有哎。来，我们看看这个。啊，我知道了，他那个就是。在。自动切开吗？这是100块钱蛋糕，不是10000块钱的黑科技，好不好？咱们能不能赶紧切？能不能赶紧切？你要切的，你要切的，赶紧切！那个要糊我蛋糕的人马上就要来了，我很害怕。啊，那我先糊吧。真的，哎，滚吧！谁糊你蛋糕啊？小江，刚刚马上要来的一个小哥哥，不让他进，真的不让他进。切完以后，你把刀拿开。怎么切啊？哇，这什么千层啊？哇，这是千层。一刀啊，一刀切刀。去死千层吗？文如老狗，拜再次一举把刀拿开。文如老狗，力气有点大。你别给我记仇。曹白君太坏了。如果注意一下发型啊，你现在在上节目。哎，又掉了！哎呀，又掉了！谁帮帮他？靠，这草莓好酸。又掉。他们草莓。不，你已经尝到了是吗？你要跟 cheese 就是棕。哦，这是千层啊！就它是就是很甜。那如果是千层的话，其实这个价格不算贵。他们家抹茶千层好吃。但我觉得我觉得。我想说的就是，作为这种蛋糕都已经这么贵了，150，所以你为什么还不去学蛋糕？学什么蛋糕？不给盘子，不给叉子。学甜品还是？或者人民币多少？要钱的。我已经够胖了，好吧。到时候比气球还胖。如果你要学基础的做蛋糕的话，我可以教你。你又在炫耀你从星巴克？哎，放在这个地方的。你是星巴克，不是蛋糕店。对，你是星巴克，不是蛋糕店。没有蛋糕是我自学的。咖啡是星巴克教的。还是你要大一点的？小一点吧，我。
这确定是个盘子，不是个碗。潮牌君要搞一个节目叫潮牌君厨房。潮牌厨房，真准备这证明你卖衣服赚钱。真的，说真的，没有，这真不赚。不你没有，那是因为你没有做火。你可以把那个什么 off white 的那个瘦现在不在这里，瘦不在这里，可以可以说实话。哎，别给我提秀，我真的，我跟你讲，我今天就在跟桃子说了，我自从认识秀，我后面开始。咱们大喜的日子今天就不要讲讲了，别提了，别提了，好吃蛋糕。对，不要紧张，不要大喜的。把这段擦掉。这个一次性盘子哪来的？谁带的？咱们买的。刚刚去 Superstore。你确定这是个盘子，不是个碗吗？着了一次性碗。哎、你们上海人真的是。什么都要讲究。谢谢。讲究。你确定这是个蛋糕，不是个 cheesecake 吗？你确定这家是个相机店，而不是个他们会所吗？生日活动这是个店，不是会所吗？你们昨天不就在这里蹦迪了吗？没有，我们昨天在这里开一些邪教活动。我咋没水果呢？你要多一点还是少一点？少一点。邪教蹦迪、哎。我要少一点，我不要水果。哎。啊，我算了，我要水果也可以。管你要不要水果。谢谢。哇，这芒果好酸。150的芒果就是味道，味道让我，味道让我永远忘啊，不是难忘是吧？流泪。难忘。对，150的芒果还是有点不一样的呀。我靠！哎，我倒是蛋糕破看一下啊，来 Coco 我们分析一下这个啊。可以的。开始。哎，芒果竟然在我的叉子上，好几百层。好，本节目就先到这里啊。这个大家祝阿豆生日快乐，然后祝大家原地解散。原地解散 ，OK。这个虽然我感觉这次点击率又差不多也就20-30吧。20万、30万吧。娶你的直播，自欺欺人。你是不是把我拍得很丑？是的。芒果还好啊。谢谢。OK， 拜拜。哦。因为你破处了。因为没有。哦。没有。OK。哦。因为没有。那你也叫谈恋爱？哈哈，你从来都没有谈过恋爱。这个人从来都没有谈过恋爱。你也叫谈恋爱？OK， 事实证明啊，这个蛋糕还是可以的，我们都已经。部分情况下还可以。我们没有收钱，真的。剩下的给我朋友留着。男人就是。刚刚你们在说什么？男人就是要快。我也听到。好像。哇，太可怕了。就又要干嘛？就是抽了大麻，然后要过来吗？在工作室吃的，我觉得他今天精神有点恍惚。不会吧？他在 night 吧。你他妈的去网吧了 ？What the fuck？ 他应该不是 420吗？在网吧过大麻节可以。没有，他从 English 被刚回了。网络健康。可是今天话说好像已经结束了吧？他们。但是今天下雨，他们怎么嗨的？有棚啊。西大妈，他下不下雨有什么关系？下雨好吗？对啊。哎呀，我的妈！今天百草排今年百草师傅帮我问一下，哪个帮什么？放歌。哎，托尼，他要放歌。帮我摁一下。哎好。哦，百草堂今年出的那个大麻奶茶。哎，不要说那个恶心的玩意儿。百草堂就是大托尼开的。真的。下次大托尼来的时候给谢谢百草堂，真的百草堂就是 Supreme， 来我们来听听 Supreme 奶茶，的语音 Supreme 真的 Supreme 奶茶，可以啥？哦，曝光奶茶，对，什么意思？曝光派对，哎，那个这次真的下了啊，哎，大家拜拜，跟大家说再见啊，再见，拜拜。虽然我觉得真正看的就是 Coco 啊。跟 Coco 说再见。没有 Leo 也有看。没有，我们都 follow 你的 YouTube， 每次有视频都会有通知的。是的。嗯。除了这个人，除了这个人以外，他从来都不看的。你应该去申请个 Vimeo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只看 Vimeo。去你的！你昨天还看 YouTube 的。因为我希望有人给我买个东西。不要了。